的工作人员哦，我们到红毯前集合，我们要来恭迎我们来蓬莱大主圣驾莅临，邀请到淡水平安师所有的工作人员、所有的执事代表们，大家请到我们的红毯前，我们要来恭迎蓬莱大主圣驾莅临。我们请所有的执事代表哦，以及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。来，大家所有的好，在这边由我们执事忠义呢手持清香参拜，恭迎我们蓬莱大主圣驾莅临，也祈求呢所有的工作人员以及所有的执事代表，大家都能够平安喜乐、和睦安康。来，大家请跪，一拜蓬莱大主四财四福平安进，神威显赫庆丰和，再拜蓬莱大主圣驾威，威风鼎立圣令和，三拜。其中蓬莱大主护佑淡水平安师，如下众弟子祝大家阖家平安、喜乐安康、同步神安。请起，请高声。那我们只是以及所有的代表哦，来，我们现在呢，我们蓬莱大主哦，来，大家呢共同来恭迎，也更共同来感谢哦。如下众弟子哦，感谢感谢现场的好朋友哦，他非常棒的，我们的庙在马路上面哦。那为期两天呢，我们淡水大拜拜今天的夜访。